军出击。好绿哟、哦！怎么翅膀长什么样？妈呀，就这么点东西呀、啊！我拔刀了，为什么拔刀了？啊，因为我摁小翅膀了。啊，维恩怎么跑？我靠！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 闪，扎一刀，吃个药，还行吧。来皮孩啊！怎么是维恩上单啊？玩吧，打野，维恩进，刀锋一个人头，一换一还行。这维恩你不得帮我抓着他兄弟啊？这个闪没必要，有必要。哎呀，总是个威音呐、啊！他出的皮孩吗？啊，他也出的皮孩。杀！学个一技能啊，先去插个眼儿，扣一耳链，二段扣，他走了，三段扣，回血，一走，前期先别跟他打啊，这玩意儿挺狠的，这怎么忙不都开始赶上你？我上路可去不了啊！别在那儿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他亏呀、啊，我去不了。那维恩让他亏，你就去打点别的，兄弟，这互亏呗。耳链，扣一耳链，二段扣，三段扣，链住，这都没链住，我先吃个车，别让他打第三下啊！这玩意儿可不太好杀呀，扣一耳链。想要追到他可不容易。Q 一耳链，二段 Q 扎一刀，没事，他马上没意。哎呦，痛痛痛！这个链很重要，其实。想想这波到底能不能打啊？让他砸死了！哎呀，勾引成功！
走了，回家了。打他先出个血吧，要不然不好追他。先来个皮鞋，然后燃烧宝石不太行，我们得打他疼，我们打他不疼不行，得这个样子出。哎呦，咖喱奥，可以咖喱奥 Rampage 了，咖喱奥。Q E 二段 Q， 我们不 Q E 一段 Q， 感觉打不到他。这维音上线也不压人啊，就我只能我耗你的血呗，兄弟。你这哪能行啊？你玩个维音你都不压人，你说你玩什么维音？他有闪啊，我们直接交闪现杀他不合适。等下一波呢？哎，人没了呢，吃死的了，让他吃，传血。别补我的兵，这些小兵，这也耗不到血呀，这抹得突进呢。哎，好闪，让我找到机会了，而且他双招都交了，这很伤啊，他很伤，他相当的伤了，并且他还收亏一波兵。我还能吃他好几层塔皮，应该还能吃一层吧，差不多把这层吃了我们走。我再回家吧，他应该不能追我。我跟草丛已经融为一体了，他都看不见我。来一个铁字鞭，草外也没关系，我已经有保护色了。注意链扎一刀没事儿，哎，别着急啊，一段 Q。二段 QE 减盐，三段 Q 扎一刀，小王八来来骗来偷袭，
这波王八本以为能帮维恩赶开一波，没想到俺们家凯隐在炸了。注意看我们这波怎么杀的啊！直接开大上来一段扣，链柱扎二段扣 ，QE 平 A 再 A 一刀。铁字鞭，我都忘了铁字鞭了，因为剑魔以前连招不用铁字鞭。挡一挡，让小兵多没一没。来一波虾仁诛心，谁高的赖克了 ？ADC 呀、啊，把一塔拿了。凯隐怎么也出日炎啊？回家了，不回家，维恩怎么还出来啊？谁来了？刀锋吗？刀锋不好办，哎，这也没刀啊。维恩打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很难打了，因为他的 E 只有一段。他的 E 的 CD 很长，我们的 QE CD 很短。我真来个死那个九头蛇试一试啊，九头蛇听说很猛啊。可以直接下来参一波团，这怎么还有个蝎子呢？蝎子是什么东西？可以蝎子，来了！先杀维恩，一段扣扎一柱 ，Q 一闪，铁刺鞭，小炮呢？小炮去哪了？我开中吧，我一赶路我就没法按 Q 了，你给我拆了呀！也投降了。